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鱿鱼大师。今天呢，因为朋友要找我来大甲谈聊聊天，谈谈生意啊。刚刚在 Google 发现这边竟然有一个叫做甲后自行车步道，我想说也没有骑过，他只告诉我说就是地图很模糊，只告诉我说要走132线，所以呢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就来试试看，那大家跟着我一起走走看吧。Oh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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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
看到旁边有人在跑步欸，不知道上面的。不知道可不可以走啊？啊哈哈。他奶奶死路靠北掰上来了，真是白痴到极点。这边自行车道这也太烂了吧。先不录影，先把车给他扛下去。好不容易把他用上来了，竟然是一个烂路。喊你那兄弟，恐怖的下山路线。先把我的手往后抓，走起来。全部都在骑外面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叫自行车步道。河堤边就像刚刚看到的，我上去又下来，呵呵，真的是完全不行，还给人家泼在官网说是自行车步道。好了，大家不要踩雷啊。 OK， 就这样子，拜拜。